Okay. Mm. Really good. How do you like it? It's really good. You want to try it? Oh my god. Fantastic. Is that all right? Yeah, all right, you guys enjoy your night. We can choose to stay in our bubble of comfort or go anywhere right now without a plan, without worries and fears, and without notifications. Just you and your Jeep. You are going to lose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but you will see the best places, people, and see how little you really need to be happy. Eat, sleep, Jeep, repeat. To all Jeep lovers, this is You Can Be Happy. When the pavement ends, let the fun begin. Yeah. 从秋天一路到冬天，对吧？哦，拉斯维加斯188迈，然后现在有点夏天的感觉，11度外面，赶快把所有衣服换一遍，再换回夏天。哦，终于到了，这就是 Zion， 现在终于知道了，咱这英文不行，真是啊。Hi,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Good. Is it busy at the campground today? There is a campground. Is it busy?It kind of is, but there might be a spot for you. Yeah. We're gonna have to check it out. Go down about 12 miles. Hold on. Oh, nice. About 12 miles down. You'll take a left turn as if you're going into the visitor center, but then stay on the road instead and you'll get to the campground. This is your re-entry pass. It's yep. for 7 days, so don't lose it. Okay. Here's all the hikes and trails.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n awesome day. 现在第一时间赶快去 campground 住，因为现在温度好嘛，13度，肯定很多人来 camping 的。赶快跑过去，二话不多说。真的蛮漂亮的这个地方，差点我还想说要不要跳过，但是，一路出来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你要相信你的感觉，我感觉说还是要来看一下，哦，不一样，地貌又不一样了，真的不错，一路过来一路变化。刚刚大叔跟我，大叔还说人家大叔，刚刚那个大叔跟我打手势，7分钟太窄了，这个可能是只能单行的，所以，每边放行7分钟左右吧，那就等呗。Bye。 看来找到一个是空的，也别挑了，都一样，反正这里风景都很好。白天来了买票，买完票之后呢，给了我这种。那平时就是这种晚上自己来的，对吧？啊，不管他那么多了。看来呢，果然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啊。都很好了，每天晚上。其实第一天 Arches， 是目前为止印象最深刻的。但如果体验那块不算的话，就光说哪里营地最好的话，我觉得 Zion， 这是 Loop B， 其他都关掉了 ，A 和 B 是开的。一般来讲是可以来2辆车，最多不超过10个人，都快住满了。还好在 Loop B 这里，我觉得这里风景好，是靠这个山的，还能找到个位置。我可以一会儿去那边一下，还是买点 campfire 比较好，晚上可以坐在外面，没那么冷。咦，太好了！
现在放点东西证明我这个地方已经占了，先把这个放进去。啊，火买了一点炭，吃的别的没买，没什么鲜肉类的。哇，就在山下面看看。好，刚买了几样东西，现在赶回去做饭了。那马上就到我们的家了。哟，我们是 B4 几来的？B47 AK47 哈，怪不得我想到 B47 那边去了，挺好挺好。自从昨天晚上读了那个东西之后，我已经狂喝了两大瓶水，要感觉好多了，手指干什么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海拔高，身体水分供不上。今天就来做个健康的蛋饼吧，今天买瓶啤酒庆祝一下。先把面糊调好吧，我准备干脆做两个吧，明天还可以早餐吃一个。调个面糊，这是 whole milk， 就是加咖啡里面 half and half 啊，或者全脂啊。看到一只手打蛋的就知道这是会煮饭的人了，对吧？哇，现在的晚霞好漂亮，大家看。其实这时候拍照很好的，但是没关系，我就想这样用这晚霞煮饭也蛮好的。啊，对不起大家了啊，你们就看不到了，我自己来欣赏。香蕉，成吨是两天呢，一路上狂奔，现在开到3000多公里了。照我做的计划是一共6000多公里，也就是说正好第七天嘛，走到一半差不多，进度。路程一半，进度一半，对吧？蛮好的。哦，真的好幸福啊！从前两天那个换到现在，这个天气实在是舒服多了。现在5-6点钟天黑，然后又不冷。前两天真是挺好的锻炼，直接放里面呢，不如切开，什么都切小块比较好。橙子我觉得一个就够了，两个多了，洋葱用不上了。今天看来这个牛叉了吧，唐大叔买的芒果先洗一洗，这个洗就不用饮用水了，用另外一个水。我想起来一招，哎，这样切好之后我有个大勺子，除了刀之外一双大筷子，我就还带了一个大勺子，可以用勺子挖挖试试看能不能挖出来。哎，怎么还有女儿贴的 Hello Kitty 啊。哇、perfect！ 哎，这是不是本来就是这么弄的呢？我觉得这招很好用哎。啊，一下子就全搞出来了。一边做一边收拾，我发现很多东西还是有遗传的，看来跟老妈一样，她做事情就是很干净的，很仔细的。所以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一下子就。包括我太太也是很爱干净，对吧？也是丈母娘超爱干净。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有遗传，你不用担心说现在太太不会用或者怎么。你看看丈母娘，男的你就看到，不能看到爸，还是看妈。啊，现在看看进度啊，这几样东西，哇，我觉得这可以做4-5个嘞。其实现在素的就蛮好，但是还是来点荤的吧。那我就直接用刀切吧，切一层就算了。可以了，肉不用那么多了。那大家就希望看得到吧，哈。好，速度快点吧，这个东西真的是 MVP。Thank you.
Here we go. Okay. Really good. How do you like it? It's really good. You want to try it? Oh my god, fantastic. Is it all right? Yeah, all right, you guys enjoy your night. Thank you. Have a good stay.今天在 Zion 真是太快乐啊，很开心，玩得很开心啊。So far so perfect 还是，然后很多东西都没有电了，明天想办法充充电吧。他一个问我有电要10块钱要不要，我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来到这边，我看哦，每个人那边有个东西可以充电。第一个礼拜了吧，现在应该是一个高潮。那这个地方真的不错，但如果你时间充分，不要先来这里。从 Moab 一路看过来，这也感谢我同事 Steve 的建议，他说从这个方向走，一路看过来真的是地貌，就是好像按照时间的变化，我们说的时间是几千万年，可能是几百万年这样子，然后慢慢变化慢慢变化。哇，这个地方真的太漂亮了。好吧，大家继续支持我啊，好久没打广告了啊，还没订阅的同学记得赶快订阅了，如果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那如果不喜欢的话就不要给差评了，下面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住在温哥华或者离温哥华不远的地方呢，喜欢吉普呢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吉普支持一下业务。那广告的话依然这么多了，我是拜师牧马人唐大叔，我们明早再见了。 Good night。 今天一觉睡到快8点了， Mountain Time。 其实现在就是平时起来的7点钟，Mountain Time 加2个小时，这是唐大叔面对面的这个 campsite， 对着这个很有标志性的一个山。然后呢，阳光是从我现在我们的背面，刚好照到对面也有一个，就很漂亮的。圈绕完了，唐大叔超级幸运，我来的时候光线超级好，一路虽然没时间拍很多照片，但是一路就是那个岩石啊，还有一些小视频，就拍到了，很漂亮。后来呢，走错路了，又从另外一边来了一次，也就是我现在反过来走的，公园两个入口对吧？我走到那儿回来，哦，从一点远处看过来很漂亮，最后是最漂亮的。现在是室外温度9度，我们往西南方走，然后现在。Mountain Time 应该是12点了。那这一个像 Godzilla 背一样的那个山，在那边就 Campground， 差不多呢，这样一出就出去了。但是其实在里面左右可以很多很多地方走，就是等于说现在我们是长的这么直的一条路嘛，那横过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这次就算了，将来一定会再来的。这地方真的很漂亮。哦，哈哈哈 ，December Holiday。今天不开了，那我们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吧。当然了，书店也不开了。
圣诞就不看，没关系。还会再来的，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的，我一定会再回来的。昨天经过这里的时候，就看到这个 Zion 的一个卖石头什么东西的，看一眼这里有什么东西。哦，对啊，跟咱们春节一样，很可惜今天不关门了，今天不开门。没关系，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就石头和宝石那些。本来就是找个小石头啊什么买回去。对啊对啊，像这种石头我想买一块这种石头回去的。那没办法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就直接扔钱在这然后拿一块了，但是可能这样也不合适。没事，还会再来，我们还会再来的啊。如果对这些玉石感兴趣的朋友应该可以来了，因为这边呢 Zion 也好，这一大片区域好，他们很久远的年代形成这些东西，真的喜欢可以来看看。好吧，没关系，下次再来。啊，挑战者第二也上去了，福特的 SUV。大家一律都是基本用 KO2 轮胎的，不是给他们做广告，确实是。